前的节目里啊，我们曾走进台湾博物馆，介绍了珍藏在那里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。今天呢，我们将来到位于台北市的顺义博物馆，介绍珍藏在这里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。博物馆的建筑造型新颖，表现了台湾少数民族特有的建筑韵味。70度大角度的倾斜屋面，表现的就是台湾少数民族架木为巢的家居形式。建筑周围、建筑表面以及建筑中央的图腾柱上，装饰着百步蛇、太阳人脸、羽毛等独具特色的装饰，让我们感到十分新奇。博物馆1994年开馆，珍藏着2000多件珍贵的台湾少数民族文物。步入大厅，中央设置一座巨大的台湾地图模型，游人可以自行操作键盘，了解台湾少数民族分布区域以及人口、服装、风俗等方面的知识。是有典故的，这个是他们的祖先。大厅四周墙壁上悬挂着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肖像，有天真烂漫的孩童，有满脸皱纹的老人，有头戴民族头饰的少。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后裔，他们有阿美人、泰雅人、布农人、台湾人、卢凯人、雅美人等10多个族群组成，现有人口40多万。博物馆展出的全部文物都来自台湾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。博物馆现有4个展区，一楼大厅介绍台湾少数民族概况，二楼是生活用具展区，展出了各种生活用品。三楼是服装服饰展厅，介绍台湾少数民族独特的服装服饰。地下一层是信仰区，介绍台湾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各种祭祀用具。博物馆尤浩义馆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带领我们参观了展览。知道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要，所以有一些族人开始。阿美人是台湾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族群，分布在台东纵谷和海岸平原。这是阿美人家的火塘模型，是根据这幅照片复原的。阿美人的传统房屋以草干铺顶，属于中国传统的干栏式建筑。火塘不仅是煮饭的地方，也是家人聚集的场所。照片上的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，妇女怀抱孩子，男人在编竹篓，其乐融融。火塘上悬挂着竹吊架，它是做什么用的呢？那上面这个就是一个熏制一些食物，譬如说是有一些猪肉啦，或者是肉品鱼放在上面，底下这个烟呢，就是把它熏制，可以避免它腐坏。古老的陶艺，奇妙的用途。国宝档案展示台湾少数民族的陶器。它都没有特别的图文。陶器是台湾少数民族以前最常用的器具，种类很多，用途也各不相同。这是盛水的水罐，台湾少数民族习惯头顶陶罐运水。阿美人使用的水罐两边有耳，便于把扶，使用起来更方便。这是煮汤的陶器，这件陶器上下两层，中间有隔层，是蒸锅。
这些陶偶是为孩子们捏制的玩具，塑造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。让我们感到好奇的是，陶器旁陈列着圆圆的石头和简陋的工具，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尤浩宇馆长告诉我们，这些就是台湾少数民族制作陶器的工具。那么如何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制作陶器呢？就让我们走进阿美人村寨去看一看吧。制陶是阿美人妇女的工作，其他族群没有这样的限制。妇女们先到田地里取土，去掉土里的杂质，把土放在垫子上，用木杵反复捣炼，目的是去掉泥土里的空气，让泥土变得柔软均匀。妇女们每人取一块粘土，捏出器物的底座，然后一手拿圆石头，一手持拍板，从下向上一点点拍打。用这样简单的工具拍打出又大又均匀的陶器，需要相当的技巧才行。在妇女们灵巧的手里，一件件陶壶成型了。制作好的陶坯放在阴凉处晾干，妇女们抱来柴草，就要烧制陶器了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不见陶窑呢？原来阿美人烧制陶器不用窑，而是在露天烧制。妇女们在下面铺上柴草，把陶壶放在上面，再在陶壶里面和四周放上柴棒，堆成金字塔形，在最外面铺上一层厚厚的谷糠。祈祷仪式后，开始点火烧制。经过两天一夜不间断的烧制，陶壶终于烧好了。古老的陶艺传递着中国古代的制陶信息，堪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的活化石。阿美妇女烧制的陶器造型简朴，属于日常实用陶器。在博物馆的展柜里，我们还见到了另一类陶器，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些古陶壶制作精细，表面装饰美丽的纹饰，是非实用的陶器。它们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？又在哪些场合使用它们呢？